没有互动，啊，但是哦，很讨厌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哦，宾主不投，行在上，因为这个行就是客，就是真的有能量跟质量，行是有能量，讨厌不高兴，但是没有到质量的冲击，行客是这样，以科学的解释是这样啊。传木入木分真爱，这个在讲三传哦。比方说你这个酉金，这个酉金是你要的五行，不管它是妻财还是还是那个子女还是父母哈、哦，这个五行。第二个中传是丑，丑是不是有的木？啊，你看这里崩了。啊，立崩那是他说分真爱嘛。又那是起行，当然好啊。啊，起行立崩。啊，又那是用心，用心的帮的，就不好嘛，哦，是这个意思哈、哦。不行传者考书时，就是中后传空亡，只有初传，那就看这一个就好，叫做不行传者考书时。哦，所事不入人品类，就是你问的用心，你术可无，你三传无，安尼变呐，你要从天地盘去找。还是要把它找出来。非战先类勿言之，有时候不管是六刃还是奇门遁甲还是六爻，有一些真的是很玄哦，这个很难以解说的，那个要鸡叫相扣。你问财嘛，你问财啊，除了财之外你就不要讲，啊你也不要问，你慢慢一个卦哦。要问无限的，无遐搞啦。我、哦、那个已经是，那个并不是触类旁通了、啊，那个叠床架屋哈、哦。那我个人是认为，不是你问的这件事情的另外那勿言之啦、啊。啊，有的时候是颠倒哦。咱甲这個人解说吼、哦，你最近这个脑受搞的朋友要注意哦。啊，不管伊有啊无啦吼，啊，带伊来，还是迄个路人甲，是坐伫边仔，就是这是咱的服务的小桌子嘛。啊，遐是咱互叫去的，迄是伊的主角，可能因某啊、因囝，有听到即句的。老师，我想教呢，吼、哦，安尼对，那就是你，就是迄你蛮恶白因啦，迄因就会对着吼。哦，这个占断十二门就是你判断一个客体，你要注重的是哪一些哦？肝神、支神、发端，就是初传哦，一意归气。